啊，早年我在台中学经教，老师告诉我们有个地狱，这是普通的，不是太严重的。啊，地狱人的寿命多长呢？先说地狱一天是人间多少年？啊，老师给我们讲那个地狱，这个地狱一天是人间2700年。那么中国号称5000年的历史，在这个地狱还不到2天。然后你就知道百千万劫是很可能的，不是假话。你在地狱受苦这么长的时间，那轮回我去，无有出期，你没有办法超越。啊，所以三恶道进去容易，出来太难了。啊，恶鬼道给我们的时差，鬼道的一天是人间一个月。啊，所以我们供养鬼神，初一十五。啊，正好吗？他一天三餐嘛，早餐、中餐、晚餐，一天三餐。啊，我们一天，他们一个月。那鬼道的寿命，短命的大概有1000岁，有1000岁。啊，鬼道12天是我们人间一年。你算算看，这个时间多长？啊，所以恶道去不得了。啊，畜生道有寿命很短的，但是他离不开畜生道。我们看水面上的小虫叫游浮，朝生暮死。啊，他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。啊，造什么样的罪业都这种身，杀业最重的人啊，万死万生呢，他就多这种这个畜生道。啊，一天里面他就有2-3个生死了。啊，天天在搞生死疲劳啊。